教育部和客委会委托南投县政府举办的全国客家艺文比赛中区初赛，在暨南大学盛大展开。比赛也分作歌唱表演和戏剧的演出这两项，吸引到中部各县市百外间学校报名参加。大家透过唱歌和戏剧来展现学生学习客语的成果，也借此来展现客家文化风采。囡仔哪唱哪跳，活泼又搁古锥，跳舞跳甲精彩，麦当用客语完整唱出几条歌。除了歌唱比赛，另外一项比赛项目是戏剧演出。有学校将客家传统的戏曲方式变成戏剧来表演，学生囡仔专程用客语来讲话，展现学习客语甲客家文化成果。你刚才演的是什么？梅兰竹。客家话怎么练的？在家里就练。嗯，有练很久吗？嗯。那今天表演紧不紧张？紧张。今天来比赛紧不紧张？紧张。为什么会紧张？第一次来。那你客家话怎么练？下课时候练习的。那你会不会很辛苦？会。那今天自己的表现觉得好不好？好。为什么觉得好？因为我都记得台词。南投县政府由教育部甲客委会委托主办今年度中部地区客家艺文比赛初赛，来自中部各县市上百间学校报名参赛，情况相当踊跃。今天的赛事的话，可能包含了歌唱、艺术、文学等等，都有很不错的一些预期的展演。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评比，能够说让我们选出最后参加全国决赛的代表队。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南投县客语的，不管在学校教育或者说是在社区工作上面，能够有很好的发展。学校表示，推动客语甲文化教育，就由比赛虽然会当展现教学成果，不过一项比赛学校选择参加的学生也是少数，全体学生的参与学习是更加重要。最重要是他能够在生活上能够运用的字词，然后他们在演戏的中间呢是快乐的，对，然后他们就愿意把这个学习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重点是我们要有全校的学习的那种才是真的在学习。那我们主要的话对象当然是学生，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孩子们他们在一个发扬客家精神的方面，还有在保存相关的语言文化艺术，还有他的创新传承上，能够在这一个活动中间获得彰显。我们也希望我把这样的精神然后继续传承下去。南投县政府教育处指出，各组比赛将取第一名参加全国决赛。南投县推动客家文化教育有很好的成果，相信也会当在比赛中为南投县争取到最好的成绩。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